大家好，我是 Michael 陈，是 Intel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的 Program Manager， 我在 Intel 有两年时间了，欢迎Douglas 来到 Intel 普通 site 给我们做关于 motivation 方面的讲。我是孙兰，我今天听了 Doug 的演讲，非常有受益。我相信我的将来会比现在更好。谢谢。我叫 Eric， 我在 Intel 已经接近七年。今天听了 Doug 的演讲，我觉得有一点我非常的有印象，就是说 laser focus， 就是说我们做事情要非常有 focus， 这样我相信我会更成功。谢谢。